白话佛法，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个佛经上的五盖，一二三四五的五盖。佛经上有个专业名词，你们都要学会，叫五盖。五盖是什么？其实五盖就是五种烦恼，一个叫贪欲盖。贪欲盖是什么呢？就是贪爱人间的一种欲望，五欲贪欲感，就是这种欲望使我们身心会迷惑，可以让你的心善法永不生起，也就是说让你的心中的善良永远抹去不会拥有。贪欲感叫令善法永不生起，因为你贪了人间的东西，你就令善法永不生起。第二种叫嗔恚盖。嗔恚盖是什么呢？恨。因为一个人很容易恨的，一个人每天恨，每天难受，只要令你不开心，你感受到不适合你的事情，感受到违背了你的意愿，你就会在境界上升起怨恨。而这种怨恨，你们记住了，怨和恨是相续的，你只要怨这个人，你时间长了就会恨他，每一次都这样。你看我跟他讲好的，他每一次都这样，时间长了就会恨的啊！你看我这个秘书每一次总是这样，每一次总是这样，时间长了你一定会恨的。你比方说你一个男人说老婆每天烧这个菜，跟他讲了多少次总是太咸太咸，他每一次烧这个菜都是太咸，一次两次只要这个菜，哎，我跟你讲了多少遍了，太咸了还可以吗？再来，哎，我跟你讲太咸了，你去讲好了，怨然后就恨。所以不要去怨人，所以身中怨妇就是这么来的。所以人家说一个女人老怨这个怨天怨地，哎呀这个事情不好啊，怎么怎么，她一定时间长就恨人家，所以一恨心里就难过，然后愤怒，愤了就会怒了，然后相续就会覆盖我们清净的心性，所以就叫嗔恚盖。第三叫昏眠盖。实际上昏眠盖是什么呢？昏昏沉沉啊，睡眠呢、啊、我问你们，整天昏昏沉沉想睡觉的人是不是脑子不清楚啊？你问他什么啊？刚刚问你什么事情啊？其实上昏眠盖也可以称为睡眠盖，所以把这一个盖称为昏沉睡眠盖。我看你们这一盖没个人逃得了的，你们念经的时候就进入这个盖，念经的时候脑子不知道到哪里去。现在跟你们解释一下这个盖毛病是什么。昏沉，心性会昏沉，经常睡不醒的人心情昏沉，忘失正念。所以贪睡的人没有正念的，贪睡无正念。所以你们不要贪睡，睡个自己规定七个小时、六个小时、八个小时，规定就可以了。贪睡的人没有正念，为什么？我问你一个人，哎呀，我明天早点起来吧。好，明天早点起来锻炼身体。哇睡的，你说他有正念？你想改变自己，你必须不能昏睡，因为人的心在昏沉和睡眠当中容易变成阴沉。我问你们，很多人害怕睡觉，晚上不敢睡觉，因为有些人很容易做噩梦，属于阴身，阴的身体，阴的身体的女人不敢睡觉，害怕，
所以很多人晚上一睡觉就做梦，一睡觉就做噩梦，他害怕到后来，所以我就叫他睡觉之前先念七遍大悲咒。所以这个盖就是说你已经被他迷惑了，昏沉睡眠盖就是你已经被他盖住，你搞不清楚，你搞不清楚什么叫对什么叫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第四叫调举恶作盖，恶作大家知道厌恶，做事情做的事情厌恶，自己所做不好的事情，你已经把自己良心的事情都没有了，恶的事情把你盖住，使你分不清楚什么叫对什么叫错，而且是厌恶过去做错的事情会产生调举恶作盖，经常想起来我过去的事情，难过呀，伤心啊，痛苦啊，想到过去难过不开心了，妄念纷飞。调举是什么？调举两个字是指心躁动不安，就是人啊心情一会儿掉下去了，一会儿升起来了，升起来不叫举起来了吗？就是澳洲人心不定叫什么 up sit， 调举掉下来，心情掉下来非常沉重，举起来哎呦又觉得好，所以很多人有毛病的，一会儿很开心，这世界是我的很开心，神经病，调举就神经病，心情调举恶作是什么？狠狠的在刺透自己的心灵，过去啊做错很多事情啊让自己难受啊，你经常去回忆你过去做错的事情，心情经常不好，你时间长了你会泯灭你的修道的道心，所以很多人经常心情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，这种人会泯灭自己的道心。道心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修道的坚定的信心。很多人很可怜的，一会儿修修，哎呦妈好，菩萨保佑我的，你看一求就灵，或者怎么求都不灵的啦，不行。你说这种人能有出息吗？他没有长久的信心。第五盖叫疑盖，我相信你们都知道疑盖吧？怀疑啊，怀疑之后你知道会生出很多烦恼的。你怀疑佛法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灵啊？你怀疑这世界上还有好人吗？没了，没有好人了。那这世界上很多自杀的人说，我待在世界上干嘛？都是坏人。你看看一辈子碰到的人都是坏人，都在害他。没有啊，很多女孩子就是觉得，怎么个个都这么坏，个个都这么恶。好了，一概怀疑。你说这个世界上没好人吗？我不承认，师父就是好人，怎么会没好人呢？不要命的救人，不是我一个，你们都在不要命的救人，你们都很好，你们难道敢说你们良心不好吗？疑心生暗鬼，心中有鬼的人才怀疑人家，整天怀疑的人会有朋友吗？做生意的人整天怀疑别人，人家会跟你做生意吗？你娶了个老婆，你整天怀疑她做坏事，这个老婆会跟你时间长吗？就这么简单，这世界上就这样。你整天怀疑你的老板，老板会喜欢你吗？你整天怀疑领导在搞你，这个领导会用你吗？你整天怀疑自己要生癌症，你的心情会好吗？一概不能怀疑，因为会造成你修心的甚深的业障，会有业障。所以在很多的经文当中，对五盖你们都知道了。